好，准备了，各位。高校铁金刚，开进大吉。工作人员、演员，大家都拍摄顺顺利利，周四长虹。我是饰演一位老师，叫赵炳新，然后是位辅导老师，是一个很有爱心的老师。很有爱心还是没有爱心？爱心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宇中，我是铁金刚，就是铁金刚，就演一个老师啦，就是一个卧底老师，请多指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哲陈哲耀。我在《高校铁金刚》里面饰演的角色是安哲。安哲他是那种酷酷，然后不爱讲话，然后爱耍帅，没有耍帅，不爱讲话而已。然后都非常内敛啊，然后都不爱交朋友。我参考我以前这个学校小学的老师，常常打成别人的老师，就是还有就是曾经打过我的副校长，对。你是很坏蛋的，对，我小时候很坏蛋，所以我其实可以体会那些小学生坏蛋的心理，还有就是老师的用心，所以这刚好就是我这个角色，就是要去明白学生的困扰，然后怎么样去开解他们。所以我其实我回想很多我小时候发生过的一些趣事，跟一些我顽皮的时候，不顾人家感受的时候，冲动的时候，然后用这样子的逆向思考来去体会老师的用心。对，是逆风十八饰演的是阿哲，然后这一部剧《高校铁金刚》饰演的是安哲。那个古音跳得蛮像的，是吧？然后其实阿哲跟安哲呢，他们两个人的性格呢，其实有相似的地方，都有叛逆的时候。因为我觉得年轻人都会有一些都会有叛逆的时期啊。我觉得，所以我觉得安哲跟阿哲有相似地方，可是安哲比较少话。感觉当然一开始知道是要拍这部电影的时候，这部电视剧的时候，当然是觉得很开心啊。可是就有另外一个压力，就是我会紧张，然后因为没有经验嘛，因为之前老师也说过我讲话就没有感情。之前我拍《摩托车课》的时候，录 BO 的时候，然后 producer 也是有骂我，就说你录一个 BO 可以不可以有感情啊？所以我最大的压力还是感情。然后另外呢，因为我讲话咬字会不清啊，就是含糊不清那一种，所以导演在吗？我怕导演会骂我。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这次会撞跟《摩托西克》第三季，因为我在拍摄电影的拍摄这个电视剧，同时呢我还会拍摄《摩托西克》，所以蛮压力的。他们问你有没有压力，因为《逆风十八》收视那么好，然后现在我们拍这个另外一部。我刚刚已经走到门口了。压力啊，压力，坦白说我有，然后在座的各位他们也都有压力，然后因为我们都很希望把这套剧做好，因为在马来西亚希望做出一个没有品质的偶像剧，然后我们希望这一部戏可以比《逆风十八》更好，因为这部戏里面并用功用心，然后请你们多帮忙，谢谢。期待啊！其实我真的很希望，我真的很希望这部戏呢可以比《逆风十八》好。对，因为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演，所以我会期待很多，因为我只是想专心在这部戏里面。之前。
前他们都笑我，我没有看逆风。当然大家都知道逆风十八的收视率非常好，我们都希望接下来这部戏会做得更好，比之前那部会更好，我们都会很用心。逆风十八的收视率已经突破了300,000了，然后很惊讶，真的可以突破300,000。然后我感觉到非常的压力，因为逆风十八是我第一部剧，然后现在又来高校铁金刚，然后我也很担心我本身还可以再超越自己的演技嘛，就是在高校铁金刚会比逆风更好，就是这一个是我非常担心的事情。像是在睡觉的时候要睡觉之前头脑还会在想要怎么去演，要怎么去做每一样东西，然后早上醒来的时候呢，有时候会看到导演比我更早醒，导演自己都会感觉压力，你知道吗？导演很早醒来就在那里健身，然后我就问导演，导演为什么那么早醒啊？我最近压力很大，要拍戏了，很紧张。我也跟他一样，其实。其实从开始接到这部戏的时候，然后就开始紧张，然后到昨天我就更紧张，导演就说怎么你都好像放不开，就一直盯着这样，然后我真的觉得自己可能也自己给自己太大压力，然后我是希望我期待自己可以放轻松，然后做到导演要的一个很棒的赵老师，我知道我可以，真的是可以做到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这一部可能是对上一次拍电视剧已经有大概1年多左右了，对，所以会特别的紧张，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放轻松一点，然后真的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然后也一个这就是我对我自己的期待。那对这部戏我是希望，当然我可能还没有想到会对这部戏有什么样子很大的期待，因为自己都在紧张自己的部分这样子。那如果是说对戏的话，当然是希望它可以大卖啊，很好，大家都很喜欢。然后如果大家都很喜欢，这样子马来西亚就会一直做，我们不断做这类型很好的一些作品给大家，然后就不会再有一些不好的倾向了。就是像他说的，紧张一定会有啦。我对这部戏的期待呢，其实还蛮高的，因为我觉得无论是工作人员啊、导演啊，都很用心的去把这部戏做好。然后导演还特地为我们上课，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演戏，我、小东还有汉堡，就是第一次演戏嘛。然后导演还很用心的去为我们上课，说要怎样去演一部戏。我觉得他们都很用心啊，全部都很精心的计划这样子。这样子两个老师在里面会不会有感情线？会有，应该就是他们有三角恋嘛，对，然后我们四角恋吗？对，还有一个是Danny。没有啊，没有他。你喜欢小东吗？他很仰慕他，所以会有一些对，对，他们有，然后我是没有人跟我抢啊，所以我刚。有啊，哦 ，Ice， 对，Ice， 可是他应该最后还是我的啦。